你的车肯定可乐。加油加油啦！加油加油啦！加油加油，花花姐！你呀你呀你！喂！王老先生改编版。我要拜家乡，拜家乡，拜家乡啊！好。来，用我这个搞了。来，拜托你。来，我已经调到那画面，不要动了。好，那怎么办？好，我们两个站起来。好，你们两个骑牛。没有。坐下来。哦，坐下。坐下去。嗯，坐下来。他们两个站起来。哦，对，骑牛。啊，帽子要不要拿下来？好的，姿势要换一下。王某 ，OK。好了，小兵。嗯，来了。来，等待。等我听。哇，真棒！加油，谢谢吗？好了，加油，没有，结束在那个，再给。好，谢谢。谢谢了。完了，拜你完蛋喽。但是结束再给小兵。哎，但是他精力有限。哇。自己水稻，水稻开出大米下来，我好好，我现在照的不错，来，好嘞，狗狗乐园。嗨，欢迎！哇，你又赶牛了。这个没关系吧？啊？没关系，因为我 GoPro 可以往旁边录，给小孩做球，让他们体验。猫咪吗？猫咪还绑相框。因为我看到小鸟，然后一堆小小的小鸟，超可爱，这样跑来跑去的。然后他们旁边有草。哎，会喝水了。大便，大便。牛大便了。还没喝水。哎呦！哎呦！哦，你要大便哦！哎呦！不知道。小刚刚，小刚刚。刚刚有大便哦。有啊。二路到小刚刚，上次我们去放院还拍嘞，他那个大便出来拍，还要喝，哎，恁这只嘴大哦，你没嘴大，我也无嘴大呢嘛，是哦，别身体虚啊你哦，你好，自古白牛身体虚，我只有一只黄头的。你好漂亮，是荔枝花。什么花？荔枝花。荔枝花。哦，公大便。
不要大便哦。在哪里？好大哦，有有看到了，他就拖一拖，有看到了。Oh my god! Oh my god! Oh my god! 哇，就这样碾过去了。我们这个比较的耐逛。哦，多才多艺。咖啡啦，亢奋。来录一下。哦，你们是红配黄，白配黄。妈妈，香蕉为什么不喝？喂。那你要转头去吃啊！他转头想吃，好可爱啊！他转头想吃，哎，他肚子饿了，肚子饿了。不给了，不给了，不给了。啊，肚子饿了。你又是吃这个吗？那应该什么都吃吧，植物类都吃。真要吃。你要录吗？你要录吗？很可爱啊，他进来饿，然后转头了。哎，给他什么？你看见没？哈哈哈哈哈！这牛真的很牛哎呦！谁？我牛饿死过呀，我做啊。嗯。算了，没请他吃了。哎。香蕉多少钱？20啊，来香蕉，来香蕉，我们请他吃香蕉，给他吃香蕉的香蕉，给他香蕉，给他香蕉，没关系，再给他妈妈来，啊到了，给他，没有到了，给他吃香蕉，原来牛要吃香蕉，妈妈来，到了，哦，好快的，来菜鸡猪回来到了，那啊给他。卖掉啊！喂，因为他突然想吃香蕉，你给他500，五百，你给他。嗯，牛会要。是啊。嗯，卖掉给他大蕉500，没有。喂，他刚是上面有写。20了，喂，对，20。你想说？好了，没有给他八角那500，他不会走。OK。点个灯，我就没有问。啊？点个灯。喂。你他们流氓。对，给他吃香蕉他不走。喂。哎。喂，没有，他们这种草食性的都可以吃。刚刚有吃过香蕉的好吃。不给他芭蕉，不太叫。喂，你有个性，是我属你啊，不能怪我。最好是，那我属猪，猪场笨猫。猪，那你也不能怪我。你笨猪，笨猪叫。那你也不能怪我。你看不了这个。他俩一直都给你。没有回去，好像坐双排车，就是那种嘟嘟车。
前人坐牛车的人。哎，长颈鹿回来。长颈鹿。我来，我来。你们要娶长颈鹿当太太？那个小费集中给王丽。喂，来我这边。王丽，两个集中了。没有下几局，下几局。住这边。啊，来了。喂。喂，坐这也蛮有趣的，嗯，就是弄另外一种交通工具的。喂，好了，完了嘞，来给他。喂，哎呦哎呦了，哇，这黄牛看得好年轻，小鸡小鸡。好小的，这哎，你们这只黄牛老把老把晒，喂喂喂，嗯，那看好年轻了，嗯，喂，有没有老把晒？哎，他们这边有养特别的牛啊。搬来搬来，怎么样会吃？喂，我们这个很开哦，这个很开，早上咖啡喝很多，他喝很多蛮牛，还会吹笛。他这是慢慢骑啊，那个我们是慢锅，那老的，一圈那么三分钟。对，所以曼谷那个都是做音速的。就那个好几块呢，八个八嘞，快快，快快，好几块哇！吃香蕉，吃香蕉哦，好可爱。没吃香蕉不走了。他现在知道他有香蕉，他才愿意走。对啊，他现在知道我们这个香蕉是我们请他的。这样丢进去，哎，不用脚，不用脱皮哦。哎，掉一个，掉一个，掉一个。他没办法低头，他低头我们会翘起来。来，喂。哦，又一个。老师，你。啊。可爱。哇哦！哎呦哎呦！哎呦哎呦！请他吃香蕉。嗯。不吃香蕉哭。不吃芭蕉不走路。哎，因为他如果不会讲中文，大了简单的词汇，他就会听得懂。如果你把他当台湾的人，他绝对会听不懂。哎，他是球票也好，鸡蛋。哎。这个很嗨呀，这个。然后显得后面的就文静多了，前面的文静多了，这就很嗨。哦，对呀，他们也需要工作吧？嗯。喂。其实山上多的是这些植物啊，甘蔗啊，这些都是不是花钱的。他们有。欢迎来，下次就过来。哦。欢迎，到哪了？来来来来，谢谢你，来下几句来。嗯。喂。喂。快叫叫下去。哎呦！哎呦！喂。嘿。白牛。嗯。啊啦啦，有啥标？
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没有，等一下我要下去了。消费都是结束再搞。导游，导游，他就能。好啦，下回啦，喂。然后结束再给，你们小也习惯了，都是结束再给，就我们踏上去再给，再踏上去。再踏点我自己的。其实哪一只脚，哪一只脚没有的？喂，难，勉强难入。等一下我们要上去就可以给了。这里这里你比较远哦，你要走过来，这里跨过来，哦，这里过来可能会好一点，可以哈。谢谢，妈你好，妈你好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来，好好。谢谢，拜拜。谢谢。有。往这条路，往那边座位哦，绿色座位。这里是长颈族的村落嘛，然后这边的比较年轻。这边都是年轻的，我再来绕个一圈。这是他们旧式的建筑，要养鸡哦，那鸡品种蛮特别。你一天能织一条吗？
可以哦，好厉害，速度要快。你在干嘛？啊？拍照？你要拉那么远拍啊？神明。